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盛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何以入土。这是发生在石家庄市的十三起命案，这些命案的制造者都是一些普通人，都像我们每天朝夕相处的邻居、同事、夫妻、朋友一样，没有险恶的用心，没有处心积虑的计谋，也没有平常意义上我们对杀人犯的那种认识，比如凶残、心狠手辣等等。甚至每一个杀人者都坚决否认自己是杀人，但事实上这些人确确实实都用某种凶器将对方杀死。不论他们此前是如何的善良，如何的平易，但最终都弄出了人命。在采访过程中，我们时时被冲突双方生活中琐碎的矛盾演变感到震惊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结果却闹得很大。本来都可以通过恰当的沟通、忍耐、谅解而使矛盾得到缓解，结果却都走向忍无可忍，一向的平和最终因瞬间的爆发而戛然而止，血光四射，有人应声倒地，有人狼狈入室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都和他们一样面对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，也面临各种各样人际关系的变故，大部分人都活得琐碎不停，毫无色彩的生活本质使我们的情绪时好时坏，使我们与各种人的关系都从新鲜走向陈旧，失去最初因感情因素而忽略的笔肉和痛苦，此时的心态至关重要。包容过分高度，有时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情绪。平复脑部是最关键的考虑。如果此时你的脑部因自我调节而能够趋于平衡，并且得到理性的说法，你将后悔地发现你当时是多么愚蠢。但相反，你此时的脑部没有得到缓解，因愤懑不平而加剧脑部的抑郁，结果必然导致更惨烈的状况。这时十三命案就发生了。其实我们需要面对的又何止于这十三命案。这案子是发生在98年的4月26号的晚上。我跟他的关系呢，就是同居，痛痛是说句不好听的，就是在一块儿同居了十多个月了。在跟他认识之前啊，我是跟家里面闹别扭，因为我有7/28，我在中间一局类公司上班。我在具体工作是在搅拌站，混凝土搅拌站，上12个小时班，
因为就是跟家里闹别扭，主要就是在这上班上头。有时候上班出来比较早，早上7点啊就得出门，晚上说是8点下班，但是8点不一定能下班，因为我在那儿管受不了。因为有时候事情就是说8点不一定能下了班了，这就来说，还这领孩子放学以后呢，就得到我父亲那。我因为我爱人啊在煤矿厂上班，他上三班倒。上三班倒呢，他领孩子就比较就出现困难，在我们家来说就比较困难了，因为我正常的时间回不到家去。就是孩子呢，因为父亲呢岁数比较大，孩子也比较皮实，我们两口子就出现在这个上下班问题上就出现矛盾。出现矛盾以后呢，就是说正常下班以后呢，也就是回不到家去，就是在外头找个地方消遣一下，就认识这个小姐。在97年的六七月份。嚷什么嚷？去姨妈的外边喝酒了。(音)
是小琴呐。你刚才怎么没接电话呀？啊，刘哥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我特别想见你，我心里特别难过。刘哥，我求求你，你就看在我们……吴百顺，你这个王八蛋！小姐，小姐，你也打吗？喂，爸呀，是我，玉泉儿，胡子怎么样了？什么？又跟人家打架了？他妈去没去看他呀？臭娘们儿，连儿子不要了。爸，你别着急，我明天把钱给你送回去。啊，那好吧，你先睡吧。小姐，小姐，滚！我这脸还疼呢，怎么，王哥，你还记我仇啊？嗨，哪舍得记仇呢？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来喝酒。哎，有缘分吗？来，你爸让的缘分嘛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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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酒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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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有多深？哎，你怎么当起坐台小姐来了？你那个刘哥呢？你少他妈提他！闲的，小琴在吗？你要来还能不在？好，谢谢。哎。你可爱我人，就是不喊你的名字。哟，王哥，今儿怎么没上班啊？昨天上中班，今儿休息，特意来看看你，想你了呗。王哥，你怎么也学会说这么肉麻的话了？女孩子不是喜欢听这个吗？爱听这种话的女孩不在我们这儿，我们这儿的女孩，只要你有这个，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。真的？假的又怎么样？你别忘了，我的巴掌可是很厉害的呀。跳舞去。每次都辣得不行，可是还想来。
我可不想来，这哪儿吃饭呢？明明受罪呀！不行不行，还得来。下次我请你。行，只要你想来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豁出去了。那吧，你别净捡好听的说了。你们那些男人想什么，我还不知道。那你猜猜现在我想什么？小秦，我告诉你，在石家庄有困难找我王玉泉，我如果不帮忙，我他妈不是人养的。来，行了，来喝酒，喝酒。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他也不要我了，小冷啊，小冷啊，可是我连回去看他们的钱都没有。我不也一样吗？我老婆她回娘家了，他他妈再也不肯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小天，以后让我来疼你好不好？
小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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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是你不来的话，我要在这哭死了。看，丢点钱算什么？人家不说破财免灾吗？再说你再丢点钱，没准还能得到别的什么呢。可是我没钱买东西回家了呀，那多丢人呢。没事，我来了还能让你丢人吗？ 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怎么了你，王哥？
王哥。我是不是又大喊大叫了？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有一次跟我老婆吵了一架，就落下这个毛病。天天都喊呢？不是，遇到什么刺激的事情，就成这样。那你昨天遇到什么刺激的事儿了？你就是我最大的刺激。你回家待几天呢？十来天吧。你到了石家庄就赶紧回我，我去车站接你去。知道了，你回去注意点安全啊。哎。哎，王哥，给你电话。啊？给你电话。哪儿来的？好像是你爹。谢谢啊。喂，谁啊？小琴，你回来了。小琴。你来了，我刚才一着急，把车链子蹬掉了，修半天才过来。你怎么连衣服都不换呢？我刚才上班嘛，听着这电话，我着急忙慌的找了个人替我，所以连衣服也没顾得换。别生气了，一会儿咱去饭店，吃什么点什么，怎么样？我听你的。行了，等一下我坐公共汽车，你自己骑车走啊。行，等一下吧。看你这身衣服。行了，你骑车走，我那个坐汽车走啊。行行，开往等座位时，请先下后上。哎，小琴，咱今儿可别点辣的了啊！上一次吃完以后，我这舌头感觉好几天都不是自己的。我偏点辣的，就辣的让你的舌头吃不了东西。吃不了东西没问题，欺不了你的事儿就大了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学得这么油现在？哎，小琴，
回来他家，家里老人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挺好的。对了，我妈还说呢，我跟我妈说，你给我送钱的事儿，我妈说你是好人。你妈说没说，我这人做老公怎么样？得了吧你！我跟我妈说了，你给我送钱也不是白送的，你还不是有所图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你说损害我名誉吗？你还要什么名誉啊你？你家里有老婆，你又在外边有相好的你，你还要名誉？哎，要说也是，在外边有了相好的了，名誉要不要的也无所谓。哎，小琴，一会儿接着喝，还敢不敢像上一次那么喝多了？今儿不行，我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这么着急？王哥，哎，说吧，你得帮帮我。啊，你说吧。就是我原先住那地儿，环境特别不好。而且他们现在周围的邻居都知道我是干嘛的，总有些乱七八糟不三不四的人来纠缠我。像以前呢，我还能跟他们混混，可是现在我都跟你在一起了，如果我再跟他们在一起的话，那你还不把我骂死呢？所以吧，我就想换个地儿，我也不知道换到哪儿好。那这么着吧，咱们吃完饭，我就给你找房子去，然后我通知你，怎么样？真的，王哥。没问题。谢谢你，王哥。哎，老板，哎，回家了啊。欢迎再来。哎，哎，小琴，是你啊！没想到你还喜欢这儿啊，弟弟们，第一次到这是我带你。对不起，先生，你认错人了。我从来没来过这儿。琴，你怎么这样？我不叫小琴，我叫刘不顺。王一泉，你干嘛呢你？你没看见有人欺负我呀？哎，小琴，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啊？这就是你找的人呐？我还以为是这儿的清洁工呢。哎，小琴，小琴。他们长得这么狗样的，心怎么那么狠呢？他妈的！老板，他拿份晚报。现在挺僻静，门口还有门卫，也挺安全的。房租是不是挺贵的？五块钱多了，不止房租。房租便宜，这事不用你操心，我早说完了呢。真的，王哥，想不到你还挺周到的。等我以后赚了钱，我一定还你，王哥。还什么还？咱俩都什么关系？说这话。
哥，是你呀，吓死我了。这都你拿来的？是吧？想不到你想的还挺周到。看，这些东西在我这放着也放着，正好拿过来让他为你服务。你呢？他们光为我服务？当然为咱俩了。你们男人我还不知道，用左手拿来一些东西，一定用右手拿回去更多。这你明白？到底是什么男人？嗯，不超过十个，不少于八个，你算吧。我的个天哪，那到我这算老几啊？我说了你就信呐。哎，行了，那你干这行的我也管不着，不过呢你跟了我就最好对待到别人。你还真以为我见了男人什么都不顾呢？我怕你见了钱什么的。可你们男人的钱是那么容易拿出来的，你的钱是白拿的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我说不过你，不过呢有一点得清楚，我对你可是真心真意的，什么也不说了。好的，瓜子啤酒。来来，咱们老板找个小姐。好的，走，不用了，别客气了。等唱，等这曲唱完之后，咱们我再去叫，快点啊。你有多深？我爱。
代表我的心。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